大家好，我是阿笨啊。咁今日咧，我就同呢一位 LA 嘅大帅哥旅行呢一个新加坡嘅 Little India， 会放个水壶啦，同埋呢一个好似系瑞士刀咁嘅嘢啦。其实咧就系、是要嚟俾我哋 chop seat 用嘅，即系好似系全世界先得啊新加坡有呢一种文化。We're going to Mustafa.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hopping places in Singapore that she's never been to. 而买超过一嚿水波币，仲可以当场退税添。只不过商场实在太大啦，只有多个出入口，自己执生记低，唔好当失路啦。阿超甜品，阿超甜品。得得见啦，得得见啦。马拉文叫做帕沙马拉。就帶大家嚟到呢一個哈吉咧隔離嘅呢一個清真寺。咁馬來西亞，如果你去馬來西亞嘅話咧，一定要食佢哋媽媽檔嘅 burger， 知唔知？Let's swim。很开心可以来到金沙酒店的这个泳池啊！我介绍一下今天我的 partner 吧，啦啦，来正堂。我嚟咗呢个 East Coast Park 啦，今日咧系星期日，星期日嘅下昼，所以咧就比较多人啲啦。不管你有什么就接出来。各位观众，五条烟，食嘅原味咧就已经好够汁，好味噶啦。剛才入來的時候，我們有人潮管制的。被譽為經常心臟的星耀張掖，總面積135,700平方公尺，橫跨七層樓，是目前全球至高的室內瀑布。Red color. It really seems like the devil's anus from Thor.可以去到 Rifle Range。喺呢度围绕水库行一转，全长11公里，每500米就会有一个路标作提示。咁而家咧就嚟到呢一个，终于睇到个里程碑啦。我而家行紧喺个吊桥嘅中间。阿 S 问我咧会唔会惊？切勿喂食马骝，又或者系挨得太近去影相。那你觉得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？非常可嘉。自从新加坡1868年有咗麦理兹水库以嚟，人民就唔再需要依靠牛车嚟运送食水。你见到我头上咧有呢一个麋鹿。新加坡 Garden by the Bay 自2014年以嚟，每年都会举办圣诞活动。咁我哋今日咧就会去游艇。我得先带住我 send 住我哋。
照咁睇咧，其实佢哋啲海水咧系好干净。What's your name? Nicholas. Nicholas. Yeah. 好冷湿啊！好咸啊！啲海水。我哋开船 P 咧系应该要有阳光与海滩咁嘅。今年嘅新加坡滨海湾花园中秋节灯会，系啦，我哋入去睇睇啊！都系来自于社区居民嘅心意啊！但愿隐藏住，隐藏住，好卡哇伊嘅鼠鼠彩灯啦！哇 ，Marina Bay Sands 同埋 Raffles 之间嘅靓靓景一览无余啊！一家融融合合啦，中秋节快乐！寺庙建于2007年，名称源自寺庙内供奉展示嘅圣物佛牙而得名。很多黄金的，咁有成几百公斤嘅佛牙寺，造价高达7500万新币，采用景泰蓝的独特传统工艺制作而成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景泰蓝转经轮状啊！其实在三楼嗰度咧，会有很多舍利子。想靓景，一边享用你哋嘅浪漫 dinner 啦！冰火五重天系嘛？传说只要情侣两个人双手紧握钟绳，再一齐敲钟，咁幸福就会降临于佢哋身上。咪嘅路就可以到达啦！呢啲景点咧算系多人嘅，但系呢一个抗疫期间会有啲乜嘢变化？都被规定要戴上口罩，以免群众过于集中传染疾病。啲人如果你要排队嘅话，你需要企喺个格仔入面，往往会一次过囤积购买大量嘅用品，加上必须保持一米嘅排队距离，可以想象俾钱嘅长龙系几咁虚撼啦。有冇觉得我件衫同埋个背景好似咧？呢度系唔可能冇人噶。大家好，我已经嚟到呢一个 Changi Airport， 咁我而家咧要去嗰个 Jewel 嗰度啊，因为平时系好多人噶嘛。You see, there's no one here。牛车水都算是多了一丁点的人气和活力的啦。冇乜人的 Orchard Road 呢个咧就正宗是有钱都买不到啦。你问我有啲乜嘢感想？我觉得其实人类是很自大、很自私的生物嚟嘅，即系我哋喺呢一个。原本是充滿綠色、充滿河流的這個地球上面呢，即覺得自己很厲害、很聰明，就做了很多建築、很多交通工具、很多人造衛星，但是你看看現在即大家抗疫期間，你看看什麼都沒有，是真的什麼都沒有。所有以前的 Swarovski 啦、勞力士啦，通通冇曬咯，係啦。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很好嘅，俾我哋自己反思一下。好多人喺 lockdown 嘅時候咧，喺屋企反而同屋企人相處嘅時間多咗，反而多咗一啲去面對自己嘅時刻。反而多了一些時間可以讓你真真正正去面對一下，到底你一直以來
你的 to do list 是真的因为没有时间，还是是因为你自己不想去面对踏出第一步，所以你一直将你要做的事放在 to do list 那里？那我相信在这个疫情里面，有些人都很人心惶惶，有些人都失去了自己生命中的挚爱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段时间可以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反思，真是珍惜每一天，珍惜所有身边的人，有事呢就好好地说，有什么事呢还活着呢是真的很幸福的事来的，乘机去实现啦，感恩每一日，感恩每一口空气，感恩每一口饭，做好自己，对身边的人好一点，加油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出入平安，梦想成真啦，同埋同你在乎的人呢，感情越来越好，加油。